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7:29。然后呢，因为今天是在丽江的第一场直播嘛，我们要卖一些生鲜的肉类，所以就想说一边吃一边跟大家分享这些好的食材啊。所以呢，我得去周围找一个农贸市场，然后买点配菜，因为牛肉嘛，还是需要跟土豆啊，还有一些别的食材搭配啊，做起来更好吃。我印象中好像就在咱们这个营地的那边有一个白沙镇那边啊，这也是我们大概2年前左右来的时候去过，好像我得去找找啊，不知道还能找不找得到。看来我的印象没错，还是找到这个白沙小镇了。买点菜啊，买点菜，马上就走。这边好像还挺齐全，太好了。直播的场地啊，就是搭了2个天幕连在一起的，然后我们跟半仙一起，一人一边就开始播着了，已经播了差不多十点钟到14点，4个多小时了。我们艾米同学已经多播的没力气了，播瘫了，这连着播好累的。正好没电了，就让他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。啃了个牛什么牛蝎子，这是牛蝎子吗？对对，牛脖骨是那个是吧？不是牛脖骨就是牛脖骨叫你来打开。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早上就开始焖的那个熬的这个卤的牛蝎子，这个色香味俱全了吧？说听说200米以外都能闻到这个香味，200米以内的狗都来了。然后。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焖的，这个是牛肋骨。牛肋骨呢？牛肋骨，我跟你说，我们5斤199，人家5斤500块。对呀、而且品质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好。对，我们这个特别新鲜嘛，从那个工厂直接出来就是这个。对，没有中间商嘛。对，直接发到你家。对。你现在呢？等于是我今天。工厂这边都是送超市啊，送很多。对，它中间辗转，比方超市放在那里10天半个月，一个月没卖，那你买到的可能就是10天半个月、一个月以后的这个肉了。像我们就是工厂，我们这边下单，工厂提前1天加工，第二天就发出来了，就很新鲜，到你这儿就是还热腾腾的。所以呢，就是啊，像咱们这种性价比很高，然后又新鲜的，真的机会很难得的。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呢，明天也可以过来看一下。最后一天，因为过了明天我们比赛结束了，然后这些我们。对，其实说的是明天，实际上就是你现在看视频的今天。对，就是今天啊，就是今天，就是现在在看视频，就是今天。所以呢，到我们直播间过来转转看看。对，30号最后一天，所以到时候过来转转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。房车就在那边啊，我们的房车在那边，在那边在煮呢。然后这边也在煮，因为这边的电也不太够，因为它这一个插座板过来，2000瓦、3000瓦最多了。所以呢，房车那边也在弄，这边也在弄。现在已经是下午2:50了，从早上10点直播开始一直忙到现在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直播卖货的点在那个车的背后啊，我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还在忙手头上另外2款食材的，这个呢是牛腩，另外那2个牛肉呢已经弄下去了，因为中间有点忙啊，就没有把这个牛腩给煮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个。就是肚包肉，其实这样子大家看的会比较清楚一点。你看，大家看这个颜色，是不是就特别新鲜？因为这个呢是到时候煮起来以后，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的煮，就是煮完了煮熟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呢就是放在这种最简单的这个蒸锅里面啊，煮个40分钟，煮40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它有一点淡淡的味道，然后你看这个。这里面全是羊肉，满满的羊肉，然后外面包了个肠，到时候切出来以后啊，那个就是那个油，就是那个油脂一直往外流，那个油水啊一直往外流，特别好吃。所以这俩呢就给它一个锅给它炖了，反正都是羊肉嘛，然后给它炖起来。牛肋骨，好，加我们的小配料了。加洋葱、青椒、红椒，那先拌一拌。其实这个差不多，要是你刚才吃的是
你没吃到啊？那个老杨吃了，它还行吧，有些软一点，不是两边的可能硬一点，中间的软一点。它中间火力大。这个是精髓啊。对，这个黑胡椒粉。而且是这种啊，买这种小料料的那种香更香一点，它这个海盐也会提香啊，提鲜的是。嗯。哇，现在这个好好看啊！这个配菜配上去，马上牛肉更香了。再焖一。其实刚才已经被大家偷吃了好几块了，已经。吃也是能吃的。嗯。只不过加上这些料呢，更香一点。对。哇，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的牛土蜂蜜来熬脖子骨，用土蜂蜜加一点料，熬我们的牛蝎子，嗯，太奢侈了。我到一边去捞牛骨去。我舍不得放了两勺。这是秘诀啊，这是我们熬牛肉的秘诀。牛蝎子，牛蝎子，嗯，牛排也是要用这个吗？牛排不用。啊，主要是牛蝎子卤的需要这个。对，卤的加点。蜜的话会更加的口感会更加的柔和，更加更好吃。嗯，这个是我们煮好的，看看切给大家看看，哇，这个肉多鲜啊，口感非常好。你看这个肚，这个是羊肚，不是牛肚，是羊肚。这个白的是肚啊，白的是肚，嗯、上面是羊肉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羊肠，煮完以后其实看起来没那么油腻啊。看起来就是那种挺没有，它刚开始的话是那个肠上面的油啊，所以你没煮的时候你就感觉它里面好像肥，其实它是里面瘦肉。你看这油都给我煮出来了，上面一层油。其实啊，就是只有你真正吃到以后，这个口感你才会觉得惊讶，完全出乎你的想象，特别好吃。但先切的还挺好看。现在已经可以吃了，再加一点这个胡椒粉，香香的。嗯，我们要给自己的家里人也要拍一点，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囤一点，这个肉太好吃了，它的食材真的非常好。大家已经开始吃了，我还没开呢，没有，我拍视频了、大家已经开始吃了，没有，滚烫滚烫的，热腾腾的，大家都已经在吃了。来，干嘛？哎呀，我觉得，高海拔真的有点晕。你不要认为它是高海拔吗？我不认为啊，但是就是头会有点。其实现在是海拔是零。你吃的很快吧？没有啦，还可以。我这还有一点。不好弄，还要揪一揪。就感觉很香哦。很香。嗯，特别香。就这种肉很香。揪一揪，要不然不舍得肉。不舍得。哇，你这块肉好大呀。你看它这块肉好大、真会挑，真会挑。哎，你这块还行。嗯，这个好像就很适合这样啃一啃咬咬。对，这样的嘛，也就是看看电视啊，或者是喝点小酒啊什么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快六点了，我们一直直到五点半。艾米同学下的早一点，四点多下了，然后现在要收拾场地了，把垃圾捡一捡，然后帐篷收掉。今天这个说是想在玉龙雪山下直播啊，给大家看玉龙雪山，结果到我们下播为止啊，这个玉龙雪山它还是藏在这个云端，还是没看着。但是整个环境确实挺舒服的，但是呢因为今天下雨啊，还是有点冷的。你看大家穿的衣服都很厚，看一位同学个个都穿外套，还有穿羽绒服的。所以就是明天可能就不在这播了，因为有点冷，怕大家冻坏了，因为衣服带的也不多，可能明天就到那个室内播了，明天是最后一天。所以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好吃的东西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明天一定不要错过。然后明天呢还有我们最擅长的护肤品跟洗发水这方面的产品的分享，因为这几天把该卖的水果啊还有冷链的食品呢都卖差不多了，所以到最后明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呢，是我们最擅长的护肤品。就是今天晚上最擅长的，对，最擅长两家联合播，新闻联播，护肤品洗发水联播活动啊，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过来看看。